许多少。嗯。一会儿有事吗？嗯，没什么特别的事情。怎么了？要是没事的话，满足你一个愿望，想做什么都陪着你。愿望？看电影的时间还早，我们先逛会儿吧。好吧。你这个脑袋瓜还真不小。我这叫聪明。嗯。你看这个锅还适合打人吧？我看这个锅打你正好。真的有种在谈恋爱的感觉，但这是错觉啊，是假的。虽然恋爱是假，但约会三部曲终归还是完美吧。男神，谢谢你帮我完成了第二个愿望，请你吃饭，地方你挑。这家川菜馆的老板我特别熟，他们家的川菜特别地道，尤其是这个辣子鸡，酥酥脆脆又入味，你尝尝。我不吃这种辛辣刺激的食物。你不会是有什么病吧？啊？你有痔疮？我才没有呢，我只是生活的比较健康，养生少女好吗？嗯，那怎么办呢？老板，哎，您能做点不辣的菜吗？啊，不辣的呀，不辣的我不会做，我这锅都是辣的。哎，老板，嗯，我可以自己做道菜吗？怎么，你厨艺很好吗？那必须，我还想跟你露一手呢。大话说。老板，嗯，给我个面子，让他做一个试试。看在你是老客的份上。但是只能做一盘哈。好，谢谢老板。当当当当，许多城的招牌菜来了。可乐鸡翅啊？对啊。看起来平平无奇。你先尝尝嘛。怎么样？还好吧。小时候呢，我妈经常给我做可乐鸡翅，后来她病了，再也没有吃到过。你要是觉得好吃的话呀，下次我就给你多做一些。我爸呢可是大厨，我这点手艺都只是皮毛而已。下次呢，我带你尝尝我爸的手艺。男神，谢谢你。谢我什么？我一直都梦想着能有一次这样的约会，虽然不真实，但是真的谢谢你，我很开心。不真实？
难道我是 AI 啊？就是因为太真实了，真实的就像做梦一样。男神，你能再陪我做一会儿梦吗？看在这盘鸡翅的份上，就勉为其难地答应你吧。你怎么知道东边那门可以进来的？我以前经常来，当然知道了。我以前经常幻想着能约会的时候来坐一次摩天轮，最近距离的看星空。你就当满足我这个小小的私心了吧。许多城，其实飞机比摩天轮更近，但现在也上不去啊。没关系，就这样看着就挺好的。哎，弄啥嘞？呦呦呦呦呦，跑来来来，跑跑来，接着跑，可不跑了呢？跟你说，那是咋进来？要干啥？不然俺可就报警了啊。别，那个我们怎么看也不像是坏人啊。看啥呀？脸上没写坏人俩字儿就不是坏人了。这样吧，我给你们钱，你们通融一下。别整没用的啊。今天你就算是老板儿子，这事儿也必须给我说清楚。保安大哥，我们真的是想来坐摩天轮的，只不过我们没有估算好时间。溜进来的人十个里面八个都这么说。怎么办啊？保安大哥，本来这事儿我是不想对外人说的，但也是实在没办法了。她是我女朋友。看出来了，说的按不住了。她得了绝症。她剩下的时间已经不多了。最后的心愿就是想坐回摩天轮。我们也是没有办法。情有可原啊。那你们不能明天白天来啊，非要这个时候。哎，有道理。白天要手术。真的假的？应该是真的吧？谁拿这个事开玩笑？别轻信了，咋回事？保安大哥，你们看这个。没事，姑娘，你别难过，你肯定能康复的。你放心，你的心愿俺哥俩守护。对。你是怎么想到的呀？你也太聪明了吧！急中生智。也幸亏我们遇到好心人了。嗯，对了，你刚刚那药是怎么回事啊？我这种养生少女随身带着药品不是很正常吗？我刚刚的演技是不是也不错？凑合吧。去吧。你不去吗？我不去啊。为什么呀？这小孩子玩的。你不会是恐高吧？谁恐高？我像是恐高的人吗？像，那都是恐高。那被撞了，我又看出来了，来不及了。什么来不及了？走吧。你看我干嘛？你没事吧？
没事啊。你看，外面的夜景多美啊。你没事吧？还不是你，非得坐摩天轮。